最近特别喜欢小朋友。嗨，晚上好。我就可以看到你吧。我每次回房间都会特别着急，在看回放，看我怎么样。嗯，现在又吃，刚刚在路上吃了点药，就好了一点。在我上场看我们公演的时候，就是没常看自等己 B50 结性束格，了，我回家去看，哪里好看吗？因为我觉得哪里不好看？家里有认识的人。你怎么知道我那辈子就说那么好？嗯，最近不是在改啊，变，什么团建？没有团建。会不会化妆再练习甩头发？谁说团建？哦，那是今天晚上突然说的，然后我明天要去给王二喜住院，不就是去吃个饭吗？而且没有所有人都去啊。我点了外卖了，还没到，谢谢果鸭鸭鸭的夜蝶。我已经很久没有扎过大马尾，今天看了觉得好奇怪，而且很乱，我现在一头的发胶。谢谢小小浪味仙的用爱发电，哇塞！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谢谢小小浪味仙，谢谢小浪味，哎呦，谢谢小小浪味仙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谢谢你，谢谢谢谢。这个小小浪味仙，嗯，哎呀，谢谢，那我要为你高歌一曲，那就是青藏高哦，原哦，谢谢你哇，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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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你的那个这个发电。谢谢，来我们握个手，成为我们现在成为了好朋友，谢谢你，哎呦，谢谢谢谢，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谢谢，嗯，谢谢啊，谢谢，非常感谢，嗯，好了，去打个公告，我打什么公告？谢谢新宝不吃辣的皇冠，谢谢不吃辣，谢谢新宝的皇冠，谢谢你，谢谢谢谢。哎呀，我要说了，嗯，不是团建，只是吃饭。我明天有公演，下午场。哦，好。啾啾生日怎么过呀？我们啾啾生日只能自己过了。因为我昨天也没有睡好，我不能今天再睡，不睡好了。我今天到公演前，我整个人都是傻的，都是懵的。Yes. 叮咚，我就在这里。想不起一点，我不知道。他这生日公演这个时间是不定时的，就对啊，你们不知道我有驻颜，明天是有驻颜的哦。有他的妈妈，啾啾每天都过我今生天日。嘴巴是不是没有那么干了？因为我今天。
涂口红之前，我敷了很久很久的润唇膏。这水可以喝吗 ？Hello。嗯。这水可以喝吗？我也不知道呀。那也不管了，应该能喝吧。冷餐，哎，我们冷餐在吗？好像在吧。好像在的。今天哦，我今天吃火龙果就一口没吃着。阿姨说：“王姨，你记得拿你的火龙果。”我说：“好的，阿姨。”然后我忘拿了。啊，谢谢雨翼之下的夜蝶，谢谢谢谢。嗯，我说好的，然后我就让那个哥哥帮我去拿了。结果我拿到手里的那一秒，啪的一下滑到地上。哦，谢谢一个随处溜达的玩家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你，谢谢一个随处溜达的玩家，谢谢你，祝你新年，祝你平安。祝你新年健康好。谢谢给自己心情放和家送我的成长。手怎么了？哦，我今天把这给磕着了，痛死我。今天拿麦不小心磕了一下，然后我一边在那忍痛一边在那唱歌，就是麦自己这样的锤了一下。谢谢小江要学习的圣诞树。特别伟大，就让梦想画上。我都会跳。谢谢丫丫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丫丫，谢谢你哦。也就是说，也不用给我送荧光棒，这么就是不吵的。我的手就是被撞了，就是这里被撞了，没事啊。给丢过生日，今天又不是28号。太好看，谢谢安菲尔德天空的圣诞树。可是我觉得我单马尾不是很好看。王毅，请说。想不想去按摩？不想。啊！可是明天有事呀，我想睡觉。谢谢乐乐的红冠，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好运来。就是显得我这个人脸很大。我对我这半边脸特别的不自信，有时候想把这半边脸给切掉。因为我这边脸长得特丑。谢谢安菲尔德天空的圣诞卡。给你们看我两边脸差别啊，这边脸就长得挺正常的，是一个是属于王毅，这边脸就是我这边的鼻子会比这边翘一点，你们发现没有？看，不知道，因为酒想不出来。然后这边会看到我的鼻孔，长长久久啊，虽然这边也能看见。然后这边的脸肉一点，这边的脸就是皮凹一点，而且我的下颌骨长得也不一样。就是我的这边凹进去，这边夸一下方，特别特别棒。谢谢 YI06 的圣诞树，谢谢你的圣诞树。我昨天看了昨天 MC 的时候，眼睛好。我今天画了一个新的隐形眼镜，有人发现吗？好吧，也没人发现。我发现我还是得戴。直径大一点，直径小就很像在凶人。我脸上一直都有痣啊，这里有一个藏在头发里，这里，哎，这是指吗？这是指，这里。下巴那是一个痘痘，不是痣。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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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对，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我就不长痣，我就是最后一颗痣是这两颗，可能是大眼镜戴的吧。谢谢薄荷巧克力的野蝶，悄悄的今晚相遇这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要保密。接触高手，这有啥关系的吧？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我们、他们说就是长痣不好，就是讲道具和灯光什么说，除了看我近视四五百度，拿到王医生来说贵州要一束光，等他站起来之后，我们就要一个冷白光，大白光，漂亮就行。结果。是刺，我以前小时候，我这个大拇指上面，好像是这个大拇指这里长了一颗痣，我爸以为是海苔，给我抠红了都，然后最后发现是一颗痣，但是它现在没了，为什么了？它长没了。我说我没吃海苔啊，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抠，抠的我皮都掉了，抠就是因为他大人手指甲很硬嘛，然后就给我那啥了。谢谢一只小狗狗的圣诞树，现在就一点没有了，你们发现没有？我这里一点痣都没有。后来我就是上学之后，我发现这个痣越来越淡，我现在就干脆就是完全没有，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是抠掉的。然后我手上还有哪里有痣来着？哎，哦，我这里有个痣，看得见吧？也不知道这个痣是怎么突然出现的。我身上有很多痣，我的胳膊上也有，就不一一给你们看。啊，这里有一个，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然后这里一个，是这里还是这里？好像是这里，这里有一个，然后这里有一个，然后腿上也有痣，我痣真的特别多。腰上没有痣，我腰上有上次拍 MV 留下来的疤。我发现我昨天看到 Focus， 就是我自己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疤。谢谢捡到快乐拉的圣诞树，我还给自己买了去疤膏呢，很贵，可贵了去疤膏。我以为几十块钱就能搞定的，结果好像要两三百块钱。是。被爱的人被辜负了，什么？是？哎呀，别听这些有的没的，谁信啊？我是不信。就是长痣不长痣，完全就是你那个就是，单纯就是在这儿长了个痣啊，没事的。今天会翻牌吗？我觉得我应该翻不了。而且有时候副歌开头的，可以直播结束了翻。但有时候副歌开头正好就是不是正脸谢谢牛肉豆腐脑的圣诞树。比如说，每次他希望之光的时候，考试加油。你是要侧着这样子拉手吗？如果接我的话，就没有我的脸。我们队好嗨！哦，好。哎呀，怎么又看到我写的公告呢？你有看到我上面的公告吗，家人们？我没有驾照，我不想学车。家人们听着土土的，我知道呀，可我就是喜欢用。以后骑摩托吧，很帅。可是我对这摩托没有什么兴趣啊。你说，摩托也挺贵的，我也买不起。然后呢，就是风很大，吹得我的发际线都后移的，还是算了。好，虽然说可以戴头盔，可是但是你比如说你赶公演的时候，你提早化好妆了，都去公演了，你还要戴头盔，然后你的脸就这样被挤着，然后这里还一道痕，还是算了吧。这个卫衣吗？这个卫衣我买了，我从夏天买到了现在，也不是说夏天吧，从秋天等到了现在，我都快忘了我买了这么一件衣服。然后今天我没衣服穿了，突然想起来这件。
我很喜欢蓝色。这一件，嗯，骑自行车去剧场这种东西都是瞎扯，知道吧？我在胡说八道。我真的抠王，我抠，算了，我确实挺抠的，千万不要跟我说网能够在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很抠。胃怎么样？胃现在好点儿了。今天也是狠狠跳公演的一天。我发现我今天就是我难得前四首没有约。我每一次基本上每一次跳公演，我就是前四首基本上都会吐，但是今天没吐。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吃了生鸡汤，因为什么呀？他说他吃了冬虫夏草，他说今天精神好一点。我说那是因为我今天喝了人参鸡汤吗？我说我就没有那么的难受了。对，我其实这也应该去医院看，但是又感觉还好。满足心里满足你的要求，因为现在没有 focus。嗯，反正但是这几天我也去不了，明天一天，后天的话是我唯一一天可以休息的，还是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那什么，然后接着就要排练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算了，皮卡丘吧，可以吧？你们也这么要求？嗯。谢谢海奇堡的夜蝶，我发现大家的 ID 都是怎么起，我有时候想给自己游戏起个 ID， 我都不知道起什么，然后我就给自己哈利波特的游戏起了一个名字叫芝麻皮，呵呵，我就是瞎起的。就有些人的名字就很好听。对啊，我就是我当时在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死也想不出来，我看到一颗，就是看到那个菜单上面有个芝麻什么什么甜品，然后我就叫芝麻皮。我以前打王者荣耀，现在这个账号应该已经不在。哦，很搞笑，我以前有一个王者荣耀的名字叫核桃，叫小核桃还是叫什么核桃，反正就叫核桃，核桃人好像是。然后我有一个同学跟我说，我突然就是800年不联系的同学说，王毅，我有一个朋友想买你的王者荣耀的名字，他说求你了，买也行，因为好像不能同名吧。然后我说啊，不至于吧。然后谢谢龙纹身的女孩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你的猫猫，谢谢你，谢谢你。我就说没必要花钱给我，就是说花钱给我买这个核桃人吧，就也是个 ID， 我就说送给他，还显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就是说大度。对啊，你刚刚说我自己抠，因为有人说我抠的呀，有人就是说我抠，那我就说行，那我就抠。对啊，真送了，我就自己改了个名字。后来我改成啥了，我也不记得了。我姐可会起名字了，我发现我姐可会起那种 ID 了。以前他给我 QQ 名字起名叫一的平方，然后我一直就没改，然后后面他就又给我起名字，就是玩那种游戏，给我起了个名叫一啾啾，
因为他的一个团，他的游戏里面有个团队，他们都叫什么啾啾，然后他说那你就叫一啾啾吧，然后我，因为我在这个他这个游戏里面换了好几个账号，就每次我想着呢，他就让我玩，我就是在他边上，他想到就让我玩，就一直疯狂给我建新的小号，你们知道吧？然后我还叫过什么上好加虾片，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起名字，从小时候就这样。白景高高也是他给我起的，他说他其实我这个名字起的是想着我自己将来离开了给自己起个艺名叫白景高高。因为他自己跟我说，他说王一，我感觉你在这儿好像也看不着希望，你再就是你自己再琢磨一段时间，实在不行你就是跟我说，你就要不去找别的差事去干吧。你说你现在也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啊，每天待着。然后我说你说的有对，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白景高高，当时连微博都给自己建好了。真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说，哦，是不是我将来就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了什么的。顺序子是我自己起的，就是觉得，那个当时在沉迷那个《剑网三》的一个动画片，我不玩《剑网三》，但是我可喜欢看他的动画片。因为我玩《剑网三》，我晕 3D， 就是很晕很晕。我居然想过跑路，也不是我想的了。以前我自己没有什么主导思想，都是家里人说你要不，哎，要不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就很听家里人的话。啊，把你删了。你谁啊？谢谢 PO 的圣诞树，谢谢你的圣诞树。能不能把你踢出去？哎，我不。你谁呀？你叫我踢就踢，自己出去，自己上面有个叉叉，自己出去啊。怎样才能加我微信？这辈子是加不到我的微信的，因为我的微信非常的宝贵，我一般人是加不到的。开玩笑的。因为你想想，上次拍这个新年单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上海，谢谢景木的权杖，谢谢你的权杖，谢谢谢谢。好吧，除非你进团，我是可以加你的，因为这正规渠道嘛。然后，这个 MV 的时候，或者你来当 staff， 你有事找我，那我们也是可以加微信，我们可以聊沟通工作上面的事情。所以就是边上。但是如果你是 N 级或者 U 级，你还能站个 C。我今天被拉着，被那些小朋友拉着去拍照，就是说谁化妆化的最快。我今天太困了，我就很早把我妆化完了，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妆造都完成了。说你好，麻烦你可以来跟我们合照吗？然后我就说好。有一个小朋友站在中间一动不动，就是他特别特别的拘束，还是他不想跟我合照，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非常的紧张。听者伤心，闻者乐。所以我打算，我笑了呀，我是这样笑的。我本来就打算找叶总，稍微蹲了一点，然后微笑了一下。谢谢伯纳乌小朋友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谢谢。喂，谢谢你。喂。
因为我觉得跟小朋友合照总不能凶凶的吧，还是得笑一下。喂，吓到人家了，不会吧？到楼下，谢谢。真的好小好小，有差不多这么点，就是我给你们比一下，差不多这么点，就感觉这是他们的身高。我擦个嘴。对，有一个很高，然后我们那个造型姐姐说有一个都可以进你们团了吧，我说会不会有点夸张，如果人家能进我们团的话，为什么他还在就是这个 JNR， 谢谢何大屋小朋友的夜蝶，谢谢你，他在这个 JNR 里面最小的小朋友这个队里面，他如果说他到那个年纪的肯定可以那个还可以直接去大朋友队了，对不对？怎么还在这儿呢？而且我发现小朋友也好会化妆，应该是父母给他画的，应该是妈妈给他们画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还有卧蚕，还画卧蚕呢，早就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那种小朋友都是画那种浓妆。以前我上哦，我以前参加过合唱团，学校里面给我们化妆，就是也不抹眼影也不干嘛，就涂了腮红和口红就好。就是很红很红的腮红和你和一点小口红，然后当时我的裙子还是彩虹的，对，就是脸蛋红扑扑的。竟然有上线 ！Oh my god， 玩不起，大王你玩不起。审美都不一样，对啊。为什么要叫核桃？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喜欢吃小核桃，所以我就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小核桃，就是那种不用剥的核桃人。上次粉丝还送了我好多，然后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就带回家了。然后带回家之后忘记带回来了，回去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发现不见了，我爸给他吃完了。谢谢玫瑰花，谢谢 YI06 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你，谢谢谢。这个猫特效做的真的还不错。什么时候丢丢也有一个？眼镜拿回来了吗？拿了。啊！我没拿眼镜，我没有拿眼镜。我的外卖到了，好无语啊，我忘记带了。谢谢你小皮，谢谢你。因为我没有把化妆包带回家，没有把化妆包带回来，因为我想着明天要去化妆。现在两副眼镜都在那个包里面，很无语啊。明天我是一定能带回来的，因为我得把化妆包带回来。嗯，以后打算干什么？以后打算，不告诉你。喂喂喂！刚刚你们都没听到我说话，我说怎么没有？去好莱坞吗？我刚刚还开心的唱了一首歌，结果没有人理我，好难过。嗯，烤地瓜，不要。做大大大明星。嗯。谢谢数字姐姐的
戴安娜的小猫，谢谢你的猫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房间里多了个皮卡丘，吓我一跳。嗯，没事儿。卖画，这，卖画可真的是可是最不赚钱的，因为我看着我爸以前从，就是卖画失败过。就是他有自己的梦想，他也想当一个就是画家，然后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去把自己想要把自己的画分享给大家，然后发现并没有人能懂他这一点，就失败了。那个时候呢，他还沉迷卖石头，就是画和石头一起。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拿一个1元硬币，就是敲敲那个石头，当当当，就是它每一块石头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要拿手电筒照它，然后我就一直就表现我很专业，然后在那照水晶照石头。你女朋友是我粉丝，好，我不知道，小时候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爸还给我请了一个那种画家，帮我画了一个画像。然后我很无语的就是，我的衣服上面是有扣子的，但是他偷懒没给我画。他没给我画，然后呢，我的棉毛衫就是我的秋衣，只露出了这么一丁点。他给我画了整个领子，我真的太无语了，哎。对，就是，对，应该就是那种比较业余的吧。谢谢巧克力，画画要多少钱？我不知道有多少钱，反正就是可能是他的朋友吧。多钱？然后帮我和我表妹都画了一个，我表妹是真的不像，我还行，我还挺像的。我爸他不会，他也不是不会吧，他是不太适合画人。对，我要狠批一下。我就是我被我爸之前拿圆珠笔画过一个画像，把我画哭了，我觉得太丑了，根本就不是我。生图，其实有时候感觉你们画的生图就蛮好看，但是有时候修图吧，就是说有时候大家修图的时候，你别给我修太过了，就是这个版图吧，这个问题。我会画像吗？我不会画人。今天把我认成蒋舒婷。没事儿，你又没叫我蒋舒婷，说啥对不起？你心里把我认错了也没关系。谢谢丢丢的圣诞树，谢谢丢丢。谢谢串串的猫猫，谢谢你的小猫。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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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看的生图可以发，有时候状态不好就不发。懂不懂啊？你们准备走极端呢？想，我最近开始走温柔挂了，有没有发现？大家，就是你不好看的话，不好看的就别发了。就是不要就是狂发。好了，开玩笑的，只是我就不想大声说话。质量啊，注意质量有。没有养狗的打算，我不喜欢就是自己养狗，虽然我有时候会想就是心动那么一小下，但真的让我养狗我会受不了，因为我受不了它的叫声，然后很吵啊，然后我受不了小狗太激动了会到处跑，我真的受不了小狗太激动了，然后鼻子湿湿的老是顶你的手，我就觉得手脏了。然后他一直会流口水，虽然说他每天都很开心，可是他比如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太开心了也会影响到我，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怕影响到他的心情，对吧？
他每天都很开心，就没有什么烦心事。就说我经常不开心的话，我也会影响他，这样我们就是不适合一起，就互相影响，还是算了。对，口水吓人，还有他上厕所呀，你得带他出去，你才能上厕所，对不对？啊，不对，这你得带他出去，他才能上厕所，不是你才能上厕所。如果他就是憋不住了，然后你就经常得擦地，就算了吧。像丢丢很适合我养，因为有自动猫砂盆，你可以自己上厕所。可是小猫咪是自己天生就会上厕所的呀，它就是知道我是该去刨沙的，它是会的。但是小狗的话就是，你得教它。进步好吧，我自拍进步进步，你们反馈也进步进步，得，共同进步，懂不懂？对，你得教他，但是我就不想教，我自己都就是各种东西都学不会呢，我还教你。知道了，有的照片拍的不行。懂了懂了懂了。开始讨伐我了，现在。大部分小猫其实还好，是自己就会。那我也讨伐你们，以后就是给丢丢洗脚呀，洗啊。好吧。谢谢。半周年，好哦，谢谢你。三三说话像肾虚的呢，谢谢 W111 的圣诞卡，谢谢你。你是对温柔有什么误解吗？怎么什么都肾虚呢？谢谢天天打游戏的皇冠，谢谢天天，谢谢你的皇冠，谢谢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妈粉站起来的戴安娜，谢谢你，谢谢站起来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妈粉，谢谢你哦。对，他自己会上猫砂，我才二十岁，动态美是动态美，但有时候什么时候可能明天公演结束，动态美。我不是真正的快乐，谢谢喵喵喵喵喵喵的圣诞树。哎，突然哦，有个东西在拍我。真的啊，嗯，也不一定啊。其实我也是自己想了想，就是会去把头发做个改变什么的。嗯，今天他们没有约会。嗯，这个之后再说吧，好吧。红色有点肥，我染蓝色的时候大家也说肥，说我是小魔仙。谢谢荧光棒。我咋知道，我当时直播呀，我刚染完头我就直播了，然后大家说啊，好像小魔仙，好像小魔仙，然后说的我都心里难受了。然后结果就是说，我之前染红头发哪里帅了？我之前染红头发都什么样？今天什么样还安慰我？他说你应该染红色会挺好看的。我说为什么？你之前不是染过吗？我说可是你看我之前长啥，现在长啥呀？他说可是你之前长那样，都没有觉得挺，都觉得挺好看的，说明现在会更好看，好搞笑。啥样他都夸好看，确实就是狠狠的感动。谢谢荧光棒。别说了别说，黑发带几根红的，嗯，这样我就跟水水撞头了，还有跟段奕璇也撞了。现在他俩是那个闺蜜头，我如果我再染一个跟他们一模一样的，精挑细选，不是让你重视追求数量。哎，说好的共同进步呢？我在自拍上就是浅浅进步，你们在版图上浅浅进步。我在磕，哎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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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橘色显白，
其实我不适合特别暖色的颜色，可能特别暖就会显得我黑了，就比如说花柔那个发色，显得我像一个小黑孩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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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啊！我在这装呢，在这装啥呢？可是我真不喜欢自拍，因为我觉得他拍才好看。你还不喜欢自拍？没事，你看你端这个手机开始自拍。那我只是照一下，我又不会发微博。你看我的微博，我基本上没有发过自拍。哎呦！真的，我只会发口袋。你发的口袋是吧？但是我发口袋真就是随便拍一下，就是这样拍一下，然后我就发了。我都是戴口罩的时候。所以我的角度都很奇怪，因为我你根本不懂我。但自拍真的很难，自拍的话就感觉谢谢唯爱真气波的圣诞树，我播到55分，谢谢。让姐姐教教你怎么自拍吧。哎呦，先拿出手机对着自己。但是我今天这个发型不适合自拍。今天没有拍，我觉得我大马尾像个学生。谢谢 AUG 的圣诞树。有打算参加最佳拍照吗？哎，这个人是问完了之后又跑另外一边问了吗？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奶奶会。怎么刚刚下口袋的人就是不知道改名呢？我每次都看到好多2022、20，对，一串数字。然后听说段嘉蕊靠这个选拍档大赚一笔。大家都很爱凑热闹，是吧？爱当红娘。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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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吸引我的注意。不好吧，我对数字没有兴趣。哎呀，你还忍不住呢。哎呦，谢谢胸针，谢谢平安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字不是那个数字 OK。 咱就说人家也不是真的大名叫数字啊，只是一个称呼啦。哎呀，还不能说数字了。你谁？你叫的马路上叫什么？哎，数字，谁这么叫的？对不对？人家肯定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就像我自己给自己起名叫什么什么网名，随便叫一个。好，我叫自己的网名叫滚，我的微信网名叫滚，人家也不可能说，哎，那个滚。怎么小滚这种吧。那你票选的赢了，那我也太惨了吧。不过我因为叫滚，有一次我们老师艾特我上去排练，贼搞笑，他说滚上来吧，就艾特我滚上来吧，然后连起来就是滚上来吧。我不咋翻，我近期是吧？只喊 ID， 网友见面只喊 ID 吗？可是，哦，我是那个拼音的滚，当然不是，当然也不是真的滚了，就拼音滚。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很愤怒，就这种时候就很好起名，我真的很愤怒，我觉得全世界都离我远一点，滚开！然后我就叫滚。
想换头像，你换呗。然后这个头像的意思是，我觉得我的命真的是太苦，我就觉得就是说，换一个头像让大家知道我很苦。就生活太苦了，所以对，跟苦瓜一样。什么时候才能注意到你？你说话我就能注意到你。大家都一样苦，那你们都跟我一样用绿色的头像。新年话起劲了，啊，为什么要十二点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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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结束呗，跟我有啥关系啊？就是说，好痛啊，肩膀。我还要去，我要去领啊，我要领什么？哎呀，好痛！哦，这样啊，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卡到59好吗？那你们得提醒我，我自己不注意。哦，对啊，59我就领不到，是啊，I'm sorry。那我现在就得拜拜了，那我也可以再开嘛，对吧？也不晚。谢谢小暴脾气的圣诞树。好的好的，那我等会儿再见吧，等会儿再过一会儿会。好了，我关了。嗨，晚上好。我每次回房间都会特别着急，在看回放，看我怎么样。现在又吃，刚刚在路上吃了点药，就好了一点。在我上场看我们公演的时候，就是每场看。等 B50结束了，我回家去看，因为我家里有认识的人。啊，什么团建？没有团建。谁说团建？哦，那是今天晚上突然说的，然后我明天要去给王二喜助演，不就是去吃个饭吗？而且没有所有人都去啊。我点了外卖了，还没到。谢谢果鸭鸭鸭的夜蝶。我已经很久没有扎过大马尾，今天看了觉得好奇怪，而且很乱。我现在一头的发胶。谢谢小小浪味仙的用爱发电，哇塞！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谢谢小小浪味仙。谢谢小浪尾，哎呦，谢谢小小浪尾仙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谢谢你，谢谢谢谢这个小小浪尾仙，哎呦，谢谢咳咳，那我要为你高歌一曲，那就是青藏高
哦，哦，冤，哦，谢谢你，哇，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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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个这个发电，谢谢，来我们握个手，我们现在成为了好朋友。谢谢你，哎呦，谢谢谢谢，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谢谢。嗯，我们舅舅的名字，嗯，在这个就是广东话里面，谢谢啊，谢谢，非常感谢。嗯，好了，去打个公告，我打什么公告？谢谢新宝不吃辣的皇冠。谢谢不吃辣，谢谢新宝的皇冠，谢谢你，谢谢谢谢。哎呀，我说了，嗯，不是团结，只是吃饭。我明天有公演，下午场。哦，好。啾啾生日怎么过呀？我们啾啾生日只能自己过了。因为我昨天也没有睡好，我不能今天再睡不睡好了。我今天到公演前，我整个人都是傻的，都是懵的。Yeah, yeah, yes, yes, yes。叮咚，我就在这里。嗯几点我不知道他这生日公演这个时间是不定时的，就对啊，你们不知道我有助演，明天是有助演的哦。有他的妈妈，对对，每天都我今天嘴巴是不是没有那么干了，因为我今天嗯，涂口红之前我敷了很久很久的润唇膏。这水可以喝吗 ？Hello。嗯。这水可以喝吗？我也不知道呀。那也不管，应该能喝吧。冷餐，哎，我们冷餐在吗？好像在吧。不在。好像在的。今天哦，我今天吃火龙果就是一口没吃着，阿姨说王姨你记得拿你的火龙果，我说好的阿姨，然后我忘拿了啊。谢谢羽翼之下的夜蝶，谢谢谢谢。嗯，我说好的，然后我就让那个哥哥帮我去拿了，结果我拿到手里的那一秒啪的一下滑到地上。哎，哦，谢谢一个随处溜达的玩家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你，谢谢一个随处溜达的玩家，谢谢你，祝你新年，祝你平安，祝你新年健康，好。手怎么了？哦，我今天把这给磕着了，痛死我！今天拿麦不小心磕了一下，然后我一边在那忍痛，一边在那唱歌，就是麦自己这样的锤了一下。谢谢小江要学习的圣诞树。特别伟大，就让梦想画上。我都会跳，谢谢丫丫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丫丫，谢谢你哦。也不就是说，也不用给我送荧光棒，这么就是我的手就是被撞了，就是这里被撞了，没事啊。给丢过生日，今天又不是28号，太好看了！谢谢安菲尔德天空的圣诞树。
可是我觉得我单马尾不是很好看。王爷，请说。想不想去按摩？不想。啊！可是明天有事呀，我想睡觉。谢谢乐乐送的皇冠，谢谢，谢谢乐乐，乐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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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乐乐的皇冠，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好运。来，就是显得我这个人脸很大。我对我这半边脸特别的不自信，有时候想把这半边脸给切掉。因为我这边脸长得 特丑。谢谢安菲尔德天空的圣诞卡。给你们看我两边脸差别啊，这边脸就长得挺正常的，是一个是属于王毅，这边脸。就是我这边的鼻子会比这边翘一点，你们发现没有？看，不知道，因为酒想不出来。然后这边会看到我的鼻孔，长长久久，虽然这边也能看见。九四一。然后这边的脸肉一点，这边的脸就是平凹一点，而且我的下颌骨长得也不一样。没关系。就是我的这边凹进去，这边夸一下方，特别特别方。谢谢 YI06 的圣诞树，谢谢你的圣诞树。我昨天看了昨天 MC 的时候，眼睛好我今天画了一个新的隐形眼镜，有人发现吗？好吧，也没人发现。我发现我还是得戴直径大一点，直径小就很像在凶人。我脸上一直都有痣啊，这里。这里有一个藏在头发里，这里，这是指吗？这是指，这里。游戏玩真好，谢谢你。下巴那是一个痘痘，不是指。谢谢了。对，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我就不长痣。我就是最后一颗痣是这两颗，可能是戴眼镜戴的吧。谢谢薄荷巧克力的夜蝶，悄悄的今晚相遇这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要保密。接触高手，这有啥关系的吧？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我们他们说就是长痣不好，就是讲道具和灯光什么。除了我近视四五百度，拿到王医师那块贵州要一束光，等他站起来之后，我们就要一个冷白光，大白光，漂亮就行。结果我刚是次我以前小时候，我这个大拇指上面好像是这个大拇指这里长了一颗痣，我爸以为是海苔，给我抠红了都，然后最后发现是一颗痣，但是它现在没了，为什么了？它长没了。我说我没吃海苔啊，然后他就一直就在那里抠，抠的我皮都掉了，抠就是因为他大人手指甲很硬嘛，然后就给我那啥了。谢谢一只小狗狗的圣诞树，现在就一点没有了，你们发现没有？我这里一点痣都没有。后来我就是上学之后，我发现这个痣越来越淡了，我现在就干脆就是完全没有，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是抠掉的，然后我手上还有哪里有痣来着？哎，哦，我这里有个痣，看得见吧？也不知道这个痣是怎么突然出现的。我身上有很多痣，我的胳膊上也有，就不一一给你们看。啊，这里有一个，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然后这里一个，是这里还是这里？好像是这里。这里有一个，然后这里有一个，然后腿上也有痣，我痣真的特别多。腰上没有痣，我腰上有上次拍 MV 留下来的疤。我发现我昨天看到 Focus， 就是我自己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疤。谢谢捡到快乐拉的圣诞树，我还给自己买了去疤膏呢。很贵，可贵了，去疤膏。我以为几十块钱就能搞定的，结果好像要两三百块钱。两三秒，三四秒，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不多。
是被爱的人被辜负了，什么？是？哎呀，别听这些有的没的，谁信啊？我是不信。就是长痣不长痣，完全就是你那个就是，单纯就是在这儿长了个痣啊，没事的。今天会翻牌吗？我觉得我应该翻不了。而且有时候副歌开头的，可以直播结束了翻。副歌一开头就切我，但有时候副歌开头正好就是不是正联动。谢谢牛肉豆腐脑的圣诞树。比如说，每次他希望直播的时候，考试加油。你是要侧着这样子拉手吗？如果切我的话，就没有我的脸。我们队好嗨，哦，嗯，好。怎么没有看到我写的公告呢？你有看到我上面的公告吗，家人们？我没有驾照，我不想学车。嗯，家人们听着土土的，我知道呀，可我就是喜欢用。嗯。以后骑摩托吧，很帅。嗯，可是我不喜，我对这摩托没有什么兴趣啊。你说，摩托也挺贵的，我也买不起。然后呢，就是风很大，吹得我的发际线都要后移的，还是算了。哦，虽然说可以戴头盔，可是但是你比如说你赶公演的时候，你提早化好妆了，都去公演了，你还要戴头盔，然后你的脸就这样被挤着，然后这里还一道痕，还是算了吧。这个卫衣吗？这个卫衣我买了，我从夏天买到现在，也不是说夏天吧，从秋天等到了现在，我都快忘了我买了这么一件衣服。然后今天我没衣服穿了，突然想起来这件。我很喜欢蓝色。这一件，嗯。骑自行车去剧场这种东西都是瞎扯，知道吧？我在胡说八道。我真的抠，王，我抠。算了，我确实挺抠的，千万不要跟我说网能够在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很抠。胃怎么样？胃现在好点了。今天是狠狠跳公演的一天。我发现我今天就是我难得前四首没有约。我每一次基本上每一次跳公演，我就是前四首基本上都会吐，但是今天没吐。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吃的参鸡汤。因为什么呀？他说他吃了冬虫夏草，他说今天精神好一点。我说那是因为我今天喝了人参鸡汤吗？我说我就没有那么的难受了。对，我其实这也应该去医院看，但是又感觉还好。可以叫你恩宝吗？可以，满足你心里满足你的要求。嗯，反正但是这几天我也去不了，明天一天，后天的话是我唯一一天可以休息的，还是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那什么，然后接着就要排练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算谢谢海奇堡的夜蝶，我发现大家的 ID 都是怎么起，我有时候想给自己游戏起个 ID 我都不知道起什么，然后我就给自己哈利波特的游戏起了一个名字叫芝麻皮。我这是瞎起的。就有些人的名字就很好听。我是不是
对啊，我就是我当时在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死也想不出来。然后看到一颗，就是看到那个菜单上面有个芝麻什么什么甜品，然后我就叫芝麻皮。我以前打王者荣耀，现在这个账号应该已经不在了。哦，很搞笑，我以前有一个王者荣耀的名字叫核桃，叫小核桃还是叫什么核桃，反正就叫核桃，核桃人好像是。然后我有一个同学跟我说，我突然就是八百年不联系的同学说，王毅，我有一个朋友想买你的王者荣耀的名字，他说求你了，买也行，因为好像不能同名吧。然后我说啊，不至于吧。然后谢谢龙纹身的女孩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你的猫猫，谢谢你，谢谢你。我就说，然后我就是说没必要花钱给我，就是说花钱给我买这个核桃人吧，就也是个 ID， 我就说送给他。还显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就是说大度。对啊，刚刚说我自己抠，因为有人说我抠的呀，有人就是说我抠，那我就说行，那我就抠。对啊，真送了，我就自己改了个名字。后来我改成啥了，我也不记得了。我姐可会起名字了，我发现我姐可会起那种 ID 了。以前她给我 QQ 名字起名叫一的平方，然后我一直就没改。然后后面她就又给我起名字，就是玩那种游戏。给我起了个名叫一啾啾，因为他的一个团，他的游戏里面有个团队，他们都叫什么啾啾。然后他说：“那你就叫一啾啾吧。”然后我，因为我在他这个游戏里面换了好几个账号，就每次我想着呢，他就让我玩，我就是在他边上，他想到就让我玩，就一直疯狂给我建新的小号，你们知道吧？然后我还叫过什么上好加虾片，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起名字，从小时候就这样。白景高高也是他给我起的，他说。对，其实我这个名字起的是想着我自己将来离开了给自己起个艺名，叫白景高高。因为他自己跟我说，他说王毅，我感觉你在这儿好像也看不着希望了，你在就是你自己再琢磨一段时间，实在不行你就是跟我说，你就要不去找别的差事去干了。你说你现在也在浪费自己的青春啊，每天待着。然后我说，你说的有对，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白景高高。当时连微博都给自己建好了。真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说啊，是不是我将来就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了什么的。顺虚子是我自己起的，就是觉得那个当时在沉迷那个剑网三的一个动画片，我不玩剑网三，但是我可喜欢看他的动画片。因为我玩剑网三我晕 3D， 就是很晕。我居然想过跑路，也不是我想的了，以前我自己没有什么主导思想，都是家里人说你要不哎，要不你怎么样的。就很听家里人的话。啊，把你删了。你谁啊？谢谢 PO 的圣诞树，谢谢你的圣诞树。
嗯，能不能把你踢出去？哎，我不。你谁呀？你叫我踢就踢，自己出去。自己上面有个叉叉，自己出去啊。怎样才能加我微信？这辈子是加不到我的微信的，因为我的微信非常的宝贵，我一般人是加不到的。开玩笑的。因为你想想，上次拍这个新年单的时候，我就发现，约上海。谢谢景木的权杖，谢谢你的权杖，谢谢谢谢。好吧，除非你进团，我是可以加你的，因为这正规渠道嘛。然后，这个 MV 的时候，或者你来当 staff， 这个新年，你有事找我，那我们也是可以加微信，我们可以聊沟通工作上面的事情。所以就是边上。但是如果你是 N 级或者 U 级，你还能站个 C。我今天被拉着，被那些小朋友拉着去拍照，就是说谁化妆化的最快。我今天太困了，我就很早把妆化完了，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妆造都完成了。说你好，麻烦你可以来跟我们合照吗？然后我就说好。有一个小朋友站在中间一动不动，就是他特别特别的拘束，还是他不想跟我合照，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非常的紧张。听者伤心，闻者乐。所以我打算，我笑了呀，我是这样笑的。我本来就打算找叶总的，稍微蹲了一点儿，然后微笑了一下。谢谢伯纳乌小朋友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谢谢。喂。谢谢你。喂。因为我觉得跟小朋友合照总不能凶凶的吧，还是得笑一下。喂。吓到人家了，不会吧？到楼下，谢谢。真的好小好小，有差不多这么点，就是我给你们比一下，差不多这么点，就感觉这是他们的身高。我擦个嘴。对，有一个很高，然后我们那个造型姐姐说有一个都可以进你们团了吧，我说会不会有点夸张，如果人家能进我们团的话，为什么他还在就是这个 JNR？ 谢谢霍大乌小朋友的夜蝶，谢谢你，还在这个 JNR 里面最小的小朋友这个队里面。他如果说他到那个年纪了，肯定可以那个，哎，可以直接去大朋友队了，对不对？怎么还在这儿呢？而且我发现小朋友也好会化妆，应该是父母给他画的，应该是妈妈给他们画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还有卧蚕，还画卧蚕呢。早就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那种小朋友都是画那种浓妆。以前我以前参加过合唱团。学校里面给我们化妆，就是也不抹眼影，也不干嘛，就涂了腮红和口红就好。就是很红很红的腮红和一点小口红，然后当时我的裙子还是彩虹的，对，就是脸蛋红扑扑的。竟然有上线。Oh my god， 玩不起，大王你玩不起。审美都不一样，对啊。比完之后上。为什么要叫核桃？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喜欢吃小核桃，所以我就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小核桃，就是那种不用剥的核桃人。上次粉丝还送了我好多，然后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就带回家了。然后带回家之后忘记带回来了。回去，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发现不见了，我爸给他吃完了。谢谢乐宝的皇冠，谢谢乐宝，谢谢皮卡丘，谢谢你小皮，谢谢，谢谢
玫瑰花，谢谢 YI06 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你，谢谢谢。这个猫特效做的真的还不错。什么时候丢丢也有一个？我要接个电话，等一等。眼镜拿回来了吗？拿了。啊！喂，我没拿眼镜，我没有拿眼镜。我的外卖到了，好无语啊，我忘记带了。谢谢你小皮，谢谢你。因为我没有把化妆包带回家，没有把化妆包带回来，因为我想着明天要去化妆。现在两副眼镜都在那个包里面，很无语啊。明天我是一定能带回来的，因为我得把化妆包带回来。嗯，以后打算干什么？以后打算，不告诉你。喂喂喂！刚刚你们都没听到我说话，我说怎么没有？去好莱坞吗？我刚刚还开心的唱了一首歌，结果没有人理我，难过。嗯，烤地瓜，不要。做大大大明星。谢谢数字姐姐的戴安娜的小猫，谢谢你的猫猫，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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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多了个皮卡丘，吓我一跳。没事儿，卖画这卖画可真的是可是最不赚钱的，因为我看着我爸以前从就是卖画失败过，就是他有自己的梦想，他也想当一个就是画家，然后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去把自己想要把自己的画分享给大家，然后发现并没有人能懂他这一点，就失败了。那个时候呢，他还沉迷卖石头，就是画和石头一起。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拿一个1元硬币，就是敲敲那个石头。当当当，就是它每一块石头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要拿手电筒照它，然后我就一直就表现我很专业，然后在那照水晶照石头。你女朋友是我粉丝。好，我不知道，小时候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爸还给我请了一个那种画家，帮我画了一个画像。然后我很无语的就是，我的衣服上面是有扣子的，但是他偷懒没给我画。他没给我画，然后呢，我的棉毛衫就是我的秋衣，只露出了这么一丁点。他给我画了整个领子，我真的太无语了，哎。对，就是，对，应该就是那种比较业余的吧。谢谢巧克力，画画要多少钱？我不知道要多少钱，反正就是可能是他的朋友吧。多钱？然后帮我和我表妹都画了一个，我表妹是真的不像。
我还行，我还挺像的。我爸他不会，他也不是不会吧，但是不太适合画人。对，我要狠批一下。我就是我被我爸之前拿圆珠笔画过一个画像，把我画哭了，我觉得太丑了，根本就不是我。生图，其实有时候感觉你们画的生图就蛮好看，但是有时候修图吧，就是说有时候大家修图的时候，你别给我修太过了，就是这个反图吧，这个问题。有时候我画线，有时候就是给我。我会画像吗？我不会画人。今天把我认成蒋舒婷，嗯，没事儿，你又没叫我蒋舒婷，说啥对不起呢？你心里把我认错了也没关系。谢谢丢丢的圣诞树，谢谢丢丢。谢谢串串的猫猫，谢谢你的小猫，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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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看的生图可以发，有时候状态不好就不发，懂不懂啊？你们准备走几分呢？想，嗯，我最近开始走温柔挂了，有没有发现？大家，就是你好看的发，不好看的就别发了。就是不要就是狂发。好了，开玩笑的，只是我就不想大声说话。注意质量啊，注意质量，没有养狗的打算，我不喜欢。就是自己养狗，虽然我有时候会想，就是心动那么一小下，但真的让我养狗我会受不了，因为我受不了它的叫声，然后很吵啊，然后我受不了小狗太激动了会到处跑，我真的受不了小狗太激动了，然后鼻子湿湿的老是顶你的手，我就觉得手脏了。你们要是不知道，然后它一直会流口水，虽然说它每天都很开心，可是他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太开心了也会影响到我，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怕影响到他的心情，对吧？他每天都很开心，就没有什么烦心事。你说我经常不开心的话，我也会影响他，这样我们就是不适合一起，就互相影响，还是算了。对，口水下呀，还有他上厕所呀，你得带他出去你才能上厕所，对不对？啊，不对。你得带他出去他才能上厕所，不是你才能上厕所。如果他就是憋不住了，然后你就经常得擦地，就算了吧。像丢丢很适合我养，因为有自动猫砂盆，你可以自己上厕所。可是小猫咪是自己天生就会上厕所的呀，他就是知道我是该去刨沙的，他是会的。但是小狗的话就是你得教他。进步好吧，我自拍进步进步，你们反馈也进步进步，懂？共同进步，懂不懂？对，你得教他，但是我就不想教，我自己都就是各种东西都学不会呢，我还教你。知道了，有的照片拍的不行，懂了懂了懂了。开始讨伐我了，现在。大部分小猫其实还好，是自己就会。那我也讨伐你们，以后就是。给丢丢洗脚呀，洗啊！半周年哦，谢谢你，谢谢三三。说话像肾虚的呢，谢谢 W 一一一的圣诞卡，谢谢你。你是对温柔有什么误解吗？怎么什么都肾虚呢？谢谢天天打游戏的皇冠，谢谢天天，谢谢你的皇冠，谢谢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妈粉站起来的戴安娜，谢谢你，谢谢站起来的戴安娜，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妈粉，谢谢你哦。对，他自己会上猫砂，我才二十岁。动态美是动态美，但有时候什么时候可能明天公演结束。动态美，我不是真正的快乐。谢谢喵喵喵喵喵喵的圣诞树。突然，哦，有个东西在拍我。真的。啊，嗯，也不一定了。其实我是自己想了想，就是会去把头发做个改变什么的。嗯，今天他们没有约会。觉得有时候直拍更好看。
嗯，这个之后再说吧，好吧。红色有点肥，我染蓝色的时候大家也说肥，说我是小魔仙。谢谢荧光棒。我咋知道，我当时直播呀，我刚染完头我就直播了，然后大家说啊，好像小魔仙，好像小魔仙，然后说的我都心里难受了。然后结果就是说，我之前染红头发哪里帅了？我之前染红头发都什么样？今天什么样还安慰我？他说你应该染红色会挺好看的。我说为什么？你之前不是染过吗？我说可是你看我之前长啥，现在长啥呀？他说可是你之前长那样，都没有觉得挺，都觉得挺好看的，说明现在会更好看，好搞笑。确实，就是狠狠的感动。谢谢荧光棒。黑发带几根红的，嗯。这样我就跟水水撞头了，还有跟段奕璇也撞了。现在他俩是那个闺蜜头，我如果我再染一个跟他们一模一样的，精挑细选，不是让你重视追求数量。哎，说好的共同进步呢？我在自拍上就是浅浅进步，你们在版图上浅浅进步。我在磕，哎呦，没有。脏橘色显白，嗯，其实我不适合特别暖色的颜色，可能特别暖就会显得我黑了，就比如说花荣那个发色显得我像一个小黑孩子。当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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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谢谢瘦宅人生的圣诞树。我也是不喜欢自拍。啊，你自拍蛮牛的。是吗？对啊。可是我不喜欢自拍。可是你自拍很会呀。是吗？啊。在这装呢，在这装啥呢？可是我真不喜欢自拍，因为我觉得他拍才好看。你还不喜欢自拍？没事就看你端这个手机开始自拍。那我只是照一下，我又不会发微博。你看我的微博，我基本上没有发过自拍。哎呦，真的，我只会发口袋。发的口袋是吧？但是我发口袋真就是随便拍一下，就是这样拍一下，然后我就发了。我都是戴口罩的时候，所以我的角度都很奇怪，因为我。你根本不懂我。嗯，但自拍真的很难，自拍的话就感觉。谢谢唯爱真气波的圣诞树。我播到55分，谢谢。让姐姐教教你怎么自拍吧。哎呦，先拿出手机对着自己。但是我今天这个发型不适合自拍。今天没有拍，我觉得我大马尾像个学生。谢谢 AUG 的圣诞树。有打算参加最佳拍照吗？哎，这个人是问完了之后又跑另外一边问了吗？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奶奶灰。怎么刚刚下口袋的人就是不知道改名呢？我每次都看到好多2022、20，对，一串数字。然后听说段嘉蕊靠这个选拍档大赚一笔。大家都很爱凑热闹。
爱到红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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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嗯，不好吧？我对数字没有兴趣。哎呀，你还忍不住呢，哎呦！谢谢胸针，谢谢平安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字，不是那个数字 ，OK。咱就说，人家也不是真的大名叫数字啊，只是一个称呼啦。哎呀，还不能说数字了。你谁？你叫的马路上叫什么？哎，数字，谁这么叫的？对不对？人家肯定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就像我自己给自己起名叫什么什么网名，随便叫一个。好，我叫自己的网名叫滚，我的微信网名叫滚，人家也不可能说，哎，那个滚，怎么小滚这种吧。那你票选的赢了，那我也太惨了吧。不过我因为叫滚，有一次我们老师艾特我，上去排练贼搞笑，他说滚上来吧，就艾特我，滚上来吧。然后连起来就是滚上来吧。我不咋翻牌，我近期以来以前翻的比较多，我都是随缘。是吧？只喊 ID。网友见面只喊 ID 吗？可是，嗯。很占我的时间，而且都是。哦，我是那个拼音的滚，当然不是，当然也不是真的滚了。就拼音滚，很多都是不是我粉丝的人都会叫。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很愤怒，就这种时候就很好起名，我真的很愤怒，我觉得全世界都离我远一点，滚开！然后我就叫滚。比较开心啊，幸福啊这种话。嗯，想换头像，你换呗。然后这个头像的意思是，我觉得我的命真的是太苦，我就觉得就是说。嗯，换一个头像让大家知道我很苦。就生活太苦了，所以对，跟苦瓜一样。什么时候才能注意到你？你说话我就能注意到你。大家都一样苦，那你们都跟我一样用绿色的头像。新年快起劲了，嗯，啊，为什么要12点前？因为有时候我翻了很多翻牌，但发现他结束呗，跟我有啥关系啊？就是说。哦，好痛啊，肩膀！我还要去，我要去领啊！我要领什么？哎呀，好痛！哦，这样啊，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卡到59好吗？那你们得提醒我，我自己不会注意。哦，对啊，59我就领不到。是啊。I'm sorry, sorry, sorry。那我现在就得拜拜了。那我也可以再开嘛，对吧？也不晚。谢谢小暴脾气的圣诞树。好的好的，那我等会再见吧。等会再过一会儿。好了，我关了。